民进党提名立委候选人蔡依依选前黄金周，前往太保车队扫街拜票。蔡依依表示，2024年是关键的一年，选对的人，行对的路，拜托大家三张选票过台湾。总统支持二号赖清德，立委支持二号蔡依依，政党票支持六号民主进步党。立委蔡依依表示，这几年咱伫太保基地争取到真济公共建设。伫太保方面，已争取到嘉义科学园区、高雄南医国宝馆、通车五分啊车延续高雄南医甲高铁、嘉义县首座棒垒球园区伫太保、甲绿树拓宽、春竹新陂排水整治、水库处大溪处以及白鸽处农田用水改善。周边也阁有码头后园区后期将作为半导体供应链。那是选举的黄金周，最后三天吼，今仔靠条剩三天啦吼的冲刺，我今仔透早的吼，在咱翁章梁县长的陪同之下，透早伫太保吼车扫，一波嘞，都伫二德吼进行这个车队扫街，所以今天一整天嘞包括太保跟义族，明天嘞还有萧美琴，我们未来的副总统嘞，嘛要陪我来破助吼。咱来扫街在路上吼，这一个扫街的吼，这一个队伍里面嘞，蔡依依一样不缺席，所以我们拢这回打拼，期待伫嘉义十三我们可以赢得最后的胜权。那大家一定爱吼，这回到破票、到虚票、到优票哈。那嘉义是一个上关，那所以就需要中央的支援，所以县长直接要拜托大家，一定爱支持赖清德，安尼嘉义才能继续发展、继续进步。那咱的地方嘛需要立委，所以赖清德交蔡依依当选是足重要的哈，所以县长直接亲自到大家拜托，拜托大家支持即马嘉义的转型，那规个要当大人，一定要有蔡依依，一定要有赖清德。观众，你再拜托大家。翁章梁表示，选前剩倒剩四天，伊呼吁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二号赖清德。该县是财政相对困难的县市，一定需要有中央资源甲预算的支持，才会当改变。支持赖清德，持续推动家己的进步。地方也需要一个真够争取预算的立委，这个人就是蔡依依。拜托大家全力支持。新新闻中来新台北市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